嗰時就係搭地下搭去到薄扶林呢個lift啦，咁跟住大約就有三個人同我一齊搭嘅，咁之後搭到大約一半嘅時候，就突然有急著嘅情況，大約跌咗一至兩層左右。 边界文凭试考生 Avi 星期三晚6:09搭港铁港岛线翻屋企，喺香港大学站落车之后搭 C 1出口嘅升降机，当时同 lift 仲有一男一女，同个7岁到嘅男仔。咁之后咁同 lift 有个男士就透过嗰个对讲嘅系统就同嗰个站长嚟讲咯，咁但系嗰个男士其实都有。